我们现在只能选择一种办法，就是让他自己去选。顾继玄，顾家人，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？3分钟之内要医住他胸腔出血。 办法就在你自己手里。邓大神不会是邓大神？什么意思啊？他是想把原本阻断心脏流向腹腔动脉的气囊，沿着主动脉推动到胸腔后再打开，这样的话就极大减少了开胸的风险。 还可以这样？我明白了。这样一来的话，又会有另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如果是在刀弯室手术的话，会有专门的设备来监测气囊到了什么位置。但现在是在手术室，只能凭手感。从腹腔到胸腔的距离看着很长，实际上血管的距离却很短，这孩子这么小。 如果推送过头的话，那孩子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到，顾医生，你怎么这么确定位置正确啊？我计算过了，我在美国的毕业论文是小儿血管畸形，对小儿胸主动脉瘤有过一定的研究，对当地的病例也看过很多。 根据这个小朋友已有的数据，我测算出有8公分左右的距离。血压稳定了，准备补片。好了，宣布吧，手术成功。